抓第一球，打高了，在右半边的高飞球，冉成林往前移动，完成接杀，陈庸基要往本垒拼，回传球，哇，直接抓到了，非常漂亮的外野助杀，我不敢相信，刚看完那个回传球以后，这球竟然会想跑哦，还有敢去跑哦，结果冉成林果然抓到雷射间的外野助杀，让统一师不能越雷池一步，这个半局也画下句点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今天中职生涯一军初登场的冉成林，用很好的方式来介绍自己。我们再来看刚才这个外野传球助杀，陈庸基完全没有机会，是一个偏浅的一个外野飞球哦。那唯一可以解释的，可能就是庸基想要去测试一下年轻人的一个胆量了，不然我实在想不出来到底是有什么理由会去跑。